Why is this year's theme exchange with common aspiration? 古人说，不学则无有孤陋之寡闻。无论是哪个教派、哪个宗教、哪一种的文明，都需要交流、互鉴、取长补短，合作共赢、共同发展。佛教流传2000多年来。 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同各个行业、各个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团体之间的交流互鉴，显得非常的有意义。佛教里边人有发大愿，同时呢，我们也有大的行动力。我们有了美好的愿望，关键要去落实去实现。 How can Buddhism help promote China's world influence? 佛教主张和平、主张宗道。现代这个时候，除了出家人学好自己的教理教义、佛教的经典以外，还需要掌握好现代的文化的手段和工具。 Facing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other religions like Christianity and Islam, how can Buddhism maintain its own vitality? 我们出家人不应该见过去那一次。 就是仅仅是以修行解脱为主了。那么现在，在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文明都非常活跃的时候呢，我们佛教徒要有坚持、真切的忧患的意识，同时呢，大家要做好应对。我们现代文明对我们的。 影响，来自对我们的挑战。在新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，佛教徒需要发大愿，把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，作为践行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佛教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，也就是它的。 教理教义永远不会过时，它的教理教义无论在哪个区域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有着它的永恒的价值。Thank you.